呢间南向望海有个特大客饭厅嘅单位，就系、是、位于将军澳南塘澳呢个985尺四房一套嘅单位。成间屋就位于高层，业主就啱啱放市，系间吉屋。厅出面嘅露台偏细，但系景观相当煞城。我哋回望一下个客饭厅，长就5.5米，阔就5.2米。入门呢边可以摆个鞋柜，接近方形嘅厅摆位就相当考功夫。顺住走廊行就系一间睡房，长2.9米，阔2.3米，空间相当松动。再转过嚟就一个长嘅厨房，配置上 OK， 有个 L 型嘅橱柜，台面收纳量都唔算太差。望翻维景湾畔嘅方向，缺点就离个饭厅相当有距离，上菜真系需要短跑啊！厨房内连工人套房。工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再走就另一间睡房，长就2.3米，阔就2米，望出去都是向南的海景。这边就是下次好奇里和有窗的。最后一间细睡房，长就2.1米，阔就2米，望回后面。最后就是主人房，长就3米，阔就2.3米。有一个小露台，打开它就可以做到南北对流了。这边就有一个主人浴室，用淋浴的。主人房都有一个大玻璃，望出去就正南海景，相当舒服啊。整间屋看完，似这间业主就放租的，租金就讲价是44,000，你们觉得值不值？今日嘅节目就咁多，我系雷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